是生活经验的结晶，无时藏在我们的生活中。而作为文化体验的领路人，我才感受到台湾多元又富有深意的文化魅力。文化的故事里有时代的颜色，漫步城镇中体验人文与大自然合作的鬼斧神工，走访老街商圈，导读长明生活场域以特色社区营造，体验经由无数次磨练的匠心工艺职人手作。香是从孝顺产生的这样的东西。哦，我们也许我们这个三四十岁 的算中年，我们大概都经历过那个过程。可是更小的小朋友，他们也许就是真的不能够了解说，为什么当初为什么要烧香，烧香的意义是什么，烧香精神是什么，他们真的都不懂。那我们就是必须要把这样的观念文化传达给这些新生代的这些小朋友们。亲子团当然顾名思义就是爸爸带妈妈来参加这样的课程，那爸爸妈妈又可以把他们以前的观念又教育给小朋友说，你看爸爸妈妈以前的是啊，那就是会觉得说，这就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就是只要传承然后认识，对，没有认识就没有喜爱嘛。如果以我的角度来讲，就是传统文化是什么，我觉得它不只是蕴含了台湾很多的百年历史文化以外，它还包覆了就是所有台湾人的创意思维。对，我们是真的是花很多的时间去拜师学艺，学家将的步伐，学官将手的步伐跟阵型，并且了解它的历史文化跟严格，然后我们等完全都学习完之后融会贯通，再以街舞的元素相互结合，是对，才创造出就是家将街舞跟将手街舞这样。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说，透过这样的形式，我们有机会也可以将这些新颖的文化传承下去，然后让世界看见台湾。以前雕刻就是一个职业嘛，你只要学了这个手艺，你大概就可以当做你的谋生的工具这样子。对。但是未来的木雕，其实我觉得，可能如果你停留在这个城市，可能很难生存，是因为太多竞争者，所以这些工艺师可能要跳脱，可能就是要做，把自己当做是一个艺术家啦，就是用艺术的心态去创作，创作属于个人的木雕风格，那或许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出来。感受着当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从文化到文艺，进而开启文创产业的旅途。台湾很小也很大，因自由民主的开放氛围，孕育出独特的人文艺术与创意，在新旧文化的交融之中，令我深深的着迷其中。